听到吗？现在听到了吗，JC？听得清楚吗？听得清楚，你们说个 yes 或者说个 hi，听到吗？听到吗？现在可以了哈。OK，这样跟你们说声恭喜发财先哈。今天初几？今天初九哈。昨天初八。福建人就有庆祝了哈，初八拜天公，这样看到我好像几个星期没有见，对不对？好像发胖了，发胖了一点哦。过新年，OK，进来的朋友帮忙分享出去几哈。个星期没有见。哎，我这边开到不小心，开始有人进来了哈。我这边八点多要。开始念经了，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年年有余，这样我们华人新年是重要嘛，比较重要。这样我们怎样说呢？我们就是算华人里面就新的一年，把一些过去的不好的，我们都把它忘记啊。如果你以前会觉得，哎呀，有什么东西啊、人啊或者一些事情，我们无法忘记，我们就。这样一个过来一个新年，就把一个塑胶擦，然后擦擦擦擦，全部擦掉啊！恭喜发财，恭喜发，红包拿呀，给你们拿红包啊！OK，这样如果过往可能得罪一些人呐、啊，或者觉得感情上或者一些讲说关系上有任何一些问题，我觉得在最好的时间就是用这个过年来去化解完这些。你觉得，哎呀。这个关系不解决，好像很难解决。过新年的时候是最好去解决的哦。很多时候过了一个新年就，就好像变回老朋友了那样哈、哦。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哦。所以我也休息了2个星期啦，这个星期又在开始再继续哦。所以没有讲直播，整身不爽嘛哈，对不对？有朋友问我，哎，是哦，你这个星期没有讲直播哈、哦，有一直来跟着我的直播的朋友就觉得，哎，是哦，你这2个星期没有，这个星期又再讲回哦，人数就慢慢开始来回了哈。像今天初九，跟大家拜个年先啊，特地穿红红，其实我很少红衣的，我大多数颜色的衣服都比较淡。哦，就穿一件红色了哈，从我老公的橱那边拿出来的一件红衣，OK，今天讲这个，有什么东西？你写什么？听到哈？像今天讲这个直播，因为过新年嘛，对不对？过新年很多人就开始乱吃啊，你看到我都已经。有点胖了，有点发胖了哈！我也是要没多久，我要做这个断食啊，我自己。这样今天讲这个是蔬果汁断食，因为过新年，很多人开始哇大开杀戒啊，乱吃啊，哇突然间年饼也吃很多，这个吃很多，那个吃很多啊，可能过完年过，很多人需要让身体去恢复去休息一下。像今天，不管你是癌症还是不是癌症，当做自己拿来身体拿来排毒都好，其实都可以做哈。像我今天讲一个比较详细的是讲关于这个癌症病患，因为在过新年的时候，我人是没有在马来西亚，但是我还是仍然有收到很多一些讯息，叫我关于一些癌症病患的。所以一些癌症病患的，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你们尽量基本的一些东西，你们可以看回我之前的 life 啊，关于一些怎么吃啊，然后平时喝什么蔬果汁啊，或者吃什么营养啊，要怎么做一些排毒啊，说那咖啡灌肠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建议你们去看回我之前的 life 啊。我因为那边是讲的最详细嘛，每一次我大概都讲半个钟这样啊，看回那边比较好。因为你这样子问我，我也很难这样子一对一这样子答在电话，那么清楚。这样如果看了过后不明白，你们可以再去到我的 inbox 上面问，再问我哦，会最理想。这样讲到这个蔬果汁排毒，因为之前我讲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看有整个月一两个月前吧，一两个月前我是讲关于这个肝胆排石啊。哦
有吗？你们有做吗？哦，有一些朋友有开始有做了，听了我那个直播过后，我回家就开始自己准备一些苹果汁啊、泻盐哦。哦，有几个朋友做的那个效果的确不错，也有send照片给我。好，有send照片给我，就是说啊，我做了哦了多少石头啊，怎样什么颜色啊？哦，我也不介意哈、哦，最重要你洗干净了过后你再拍照给我看啊、哦，我 OK 的啊、哦，我当作是一个好像收集 collection 哦石头这样。这样那个排胆石在这个癌症的疗法里面，它是属于其中一个啊、哦，那个排毒的疗法，因为在这个癌症的那个疗法里面，每25天就必须需要休息5天。因为如果有跟着我一路来的那个直播的朋友啊，相信之前已经我讲过 ，Dr. Kelly 的疗法就是因为需要吃非常高剂量的营养。和胰酶就是pancreatic enzyme， 我之前有讲过的。像这个高分量的营养的时候，不能够一直陆陆续续的去吃，是需要一直有间断性的间隔的，就是会断的，每25天就必须要休息5天。好，一定要休息的，不能说哎呦不能，我要我的癌症快点好，我就扁它。不要休息，其实不好哈、哦，因为我们的人体哈、哦、是需要一个时间，当你的大量的营养的那个排毒很多东西都去着的时候哦，是需要休息，你的身体才不会那么累哦。所以每25天就会休息5天，这样那5天每个月都必须要做不同的排毒，像上次我讲的那个肝胆排石就是其中的一个，在5天里面做。OK， 这样今天我讲的第二个排毒呢，就是说那个我们叫断食蔬果汁断食法，像这个疗程里面也属于在 Dr. Kelly 的五天里面啊，五天里面，我们平时在市场上面听到那些断食啊是怎么说？是你吃可能是很多carrot juice 啊，或者很多是什么蔬果汁都打下去啊，多久没有吃东西啊，可能三天啊、五天啊、一个星期哈、哦，那种也算是蔬果断食法，啊、哦，但是在 Dr. Kelly 的疗法里面哈、哦，这个蔬果汁的断食法是做五天，就是休息五天嘛，不好意思讲错了，就是休息五天，但是蔬果汁只是喝两天，明白吗？五天就是我们只喝两天断食，就是因为在五天里面所有的营养全部会停完哈、哦，但是我们两天还是需要喝这个蔬果汁。像这喝这个蔬果汁，跟我们平时一路来在市场上面做的什么水果掺进去哈、哦，都可以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跟回 Dr. Kelly 的疗法，就是那两天就一定指定三种。就是carrot， 你们如果是癌症病患或者是家人，必须要抄下来哦。carrot 啊，红苹果加青苹果，还有加那个西芹啊，晒啃呐、啊，哦，我们华人掉了拿来煮什么烧肉，还是晒啃啊、哦？很多人拿来煮了降胆固醇的西芹，像这三个是混合在一起打的，打成一杯。这样在两天里面你是完全没有吃任何东西，是没有喝任何没有吃任何固体的东西，饭啊面啊、哦、是不是有机什么不有机都好啊，全部食物都不能吃，我们叫做断食，完全去断完这个阶段、哦、这样五天里面休息五天，三天是没有吃三天是没有喝蔬果汁的，只是两天完全断食，这样三天过后你可以恢复回一些半固体的东西，恢复回一些好像开始可以吃一点粥啊、哦、慢慢再恢复回固体，好像 salad 啊、哦、一些比较固体的东西，慢慢第四第五天才恢复。但是怎么叫五天呢？那每次休息其实五天，因为胰酶跟一些营养是那个剂量啊，让这个癌细胞的那个外层脱落的时候，身体会变成很累的。所以在我们每做25天的时候，非常需要去休息，让自己的身体停顿下来。这样有时候有一些癌症病患，当他在做这个排毒哦，尤其是这个我们叫做 carrot fast 啊、哦、carrot fast 嘛，因为它主要是
你看有 carrot 嘛，对不对？我们叫它 carrot fast。在这个 carrot fast 里面，有一些人会出现一些反应。如果你有反应的话，你千万不要觉得很紧张，因为在这个营养阶段它去停的时候，当我们身体去做这个蔬果之断食，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恶心啊，觉得不舒服啊，或者一些有些人头痛啊，晚上不能睡啊，会出现一些症状。如果你的毒素非常多，它是加速我们身体的那个排毒系统，所以其他营养就一律停，但是还是需要继续做咖啡灌肠。如果有些朋友不知道什么咖啡灌肠，你看回我之前讲的 live 这样讲到这个排毒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哎呀需不需要做，是不是不需要做啊？其实以前呢，我刚刚我先生以前刚刚知道中癌症的时候，在我们知道营养的重要，我们有营养的背景，但是我们没有，那时候我们是完全对自然疗法癌症是一知半解的。这样那段时候我们就知道哎呀很多东西癌症嘛不能吃嘛，这个肉不能吃，外面的东西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时候我先生知道他自己中癌症的时候，他就非常紧张，他就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了嘛，对不对？所以就很假戏的情况下，就怎么说，今天知道癌症，明天就开始断食，完全就断掉全部固体的食物，就是说饭啊面啊什么完全很blank，一次过停完连吃的生食的那个 carrot 啦，吃不是 carrot 那种 salad 啦，生食的他也那个段时间没有吃，因为他知道只要我们的身体停顿下来，不进食任何的东西的时候，其实身体那个恢复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如果你是偶尔这样子做断食，其实是非常好的，我们身体就会好像这样说久久做一次大扫除，它就 boost up 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每一次都去一个层次。这样他在做这个那时候他知道癌症嘛，他开始做这个断食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讲特定，那时候还没有遇到 Dr. Kelly， 就自己乱来的就知道只要是蔬菜水果大概可以打的他都买回来打。那时候去 supermarket 了就乱拿了，拿到满满的都是每天在那边打虽然怎么说，虽然我们打的那个配方那时候知道癌症的时候，那时候的配方不是完全跟着 Dr. Kelly 还有葛森的，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到葛森，但是他在短短的那个45天，他那时候断食怕死了吗人我这样年轻，我老婆孩子那时候怕死，很早睡很贪吃的他一下子全部都停完，什么都不要以前他有喝酒一下子就全部停完，这样他完全自己复利断食45天，单纯的只是喝蔬果汁。他的人之前还没有断食之前是人很累的，一直很累的如果是有中癌的朋友，应该你们相信之前过往一定是还没有 check 到之前呢，有一段时间一定是非常累的，累到就是说怎么早上睡了，下午起来几个小时过后又在累，过后等一下吃个饭午餐，等一下没多久一两个小时又在累，就是一整天一直很累很累。当他在做这个蔬果汁断食的时候，他的累的症状完全是调转了，另外一个人了，就是他人变得很精神这个是癌症病患者看到最大的分别。第二就是他感觉到因为他刚好是在喉咙嘛他看到他的肿瘤一直在缩小所以我不能说葛森不好其实如果有接触一些癌症病患，他本身也是有在做这葛森，或者他之前接触过葛森，但是他觉得困难性很高，他想要做这个 Dr. Kelly。 其实我一直不排除说葛森不好，葛森也是好，因为葛森那个蔬果汁的那个量非常高，因为当蔬果汁量非常高，其实它就是代表点滴，你懂知道为什么蔬果汁高的那个好处是什么吗？就是点滴，好像我们做点滴我们做营养就是浓缩的，它直接进去血液的，叫它血液的，好像你吃维他命 C 吃一粒，你从嘴巴吃，你需要经过消化吸收才经过，可能吸收成分不是那么高，但是营养直接进血的时候，你的吸收成分就是非常
很blank 就是尽管去学。这样当我们人、哦、在做断食排毒的时候、哦、尤其是癌症病患者、你已经可能吸收率跟一些毒素、哦、比一般人已经低了。哦，这样当他停完这些外面的食物来去做这个这个蔬果之后的时候哦，排断食哦，它的那个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所以葛森在做着这个13杯果汁的时候哦，它的就是你一直在做点滴，一直把浓缩的那个营养酵素、活性酵素一些营养，全部是通过这样子是进去的，从你的嘴巴进去的。所以看到不一样嘛，如果我们吃水果、哦、有些人问我哇吃不到这么多 喝不到那么多，我讲怎样会喝不到那么多呢，去了解知道原来有些人是吃买那个渣，渣是没有吃、哦、蔬果汁断食的时候是不吃渣的，我们就算是不是断食平时喝蔬果汁也没有吃渣，所以你们不要拿那种 blender 啊 blend 现在 supermarket 很兴那种 blend 完了变成有渣的哈，这样变成水这样，但是它都浓浓滴滴这样喝，这样我们不建议拿那种，可以的话你们就去买那种 juicer， 不是买 blender juicer 拿来这样子慢磨的，只是喝单纯它的果汁，这样蔬果汁嘛，可能你要买多少 kilo 才榨出来一杯，所以你看到吗？如果你是吃那么多，哈、哦，两 kilo 三 kilo 的菜，你可能吃不到那么多，但是如果你喝。你拿来打它就浓缩，把它里面的营养弄出来，你就喝那个浓缩的营养就好了。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还是非常鼓励你们每天去坚持这个蔬果汁，将这个蔬果汁排毒是需要25天轮替，上次我讲那个是肝胆排石是其中一个，这个是第二个 Carafast， 我们叫它 Carafast，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明白、哦、你们问我就讲关于这个 Carafast， 我就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哦、就知道我要讲回答你，像 Carafast 我再重复给你们听、哦、就是Carrot 红苹果、啊、不 Carrot 是 红萝卜，不是白萝卜，红萝卜，青苹果还有那个西芹搅在一起这样子喝，每天就是两天里面就是完全喝这个，当然你可以喝一点清水、哦、没有吃任何的东西了，谷类啊还是谷类还或者salad 啊、哦、什么小米粥啊糙米粥那些全部一律停完，25天的5天里面你拿两天来做，这样三天我们就开始再吃回一点东西了。好，有什么东西问吗？你们是不是很久没有见我，想念我了嘞？有吗？有想念我吗？哦，我大概是都两个星期，现在第三个星期哦，新年回来过后哦，跟你们拜个年啊、哦，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这样，新年新希望就是把过去不好的。来做这个断食的时候一次过 flush 完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哦，我们在做断食，不管你今天你是做肝胆排石，你是做 sauna 还是你做咖啡灌肠或者做这个 carafast 都好，其实很多时候做排毒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旁观者会突然发现到，怎么你今天好像诶，你昨天本来好好很开心的嘛，怎么突然我老婆今天好像有点要丢电视机的那种感觉，然后乱骂人啊，还是一下子为了一点小事啊哭啊、哦、其实当我们人在做排毒的时候、哦、我们的心灵、哦、它也会自动去排毒的，所以当你在做这排毒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很沮丧，就是想哭，我也不懂这么想哭，就是很想哭，你就哭出来，或者你很生气想打人，这样就不要去打人了、哦、就去发泄一下，去外面喊一下、哦、或者去唱歌啊、哦、或者去森林啊瀑布喊一下、哦、不要把三更半夜这样两三点喊了，邻居以为你什么事，或者人家在放鞭炮的时候呸呸呸呸呸，烟花很大声，你那时候还没有人听到。哎，有人问东西是吗？啊，新年快乐啊，雪莉。金丽酱每次分量多少？每次分量就是一杯哦，250这样啊、哦，250。其实分量
不需要特定去刻意，因为你我们在做断食的时候哦，是没有再吃的任何东西了的。你就是如果你的很饿了，因为你没有吃东西嘛，平时是大吃的特吃嘛，但你突然一下子没有吃东西的时候，你来做这个断食，可能很饿，你就需要你可能不止喝2杯，200多，你可能可以喝到400、500哦，你才饱，要看你的身体咯，所以要看你的那个饿的程度去到多少哦，没有问题的，你多喝没有问题，不会死人的。米小干每2天里面要喝多少果汁？哦，刚才我就答你了咯，没有特定的，因为在断食里面，你已经不能再吃任何其他的东西，就是你要喝到饱，不要让自己饿到哦。我们饿到的时候会乱丢电视机来的嘛，哦，因为我们饿到的时候伤到脾胃的时候啊，哦，心情就会不好。2天，Lily，5 days or 2 days。丽丽是两天哈，因为癌症病患其实我再重复哈，可能有些人听得很乱，就是说二十五天里面有5天，每个5天休息，就是说这5天是没有吃营养的，好，没有吃这医美还有一些营养，好，5天就是25天一定要休息5天，这样每个月的5天要做不同的排毒。像上次我讲的那个肝胆排石是其中一个，像今天我讲的 carrot fast 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像 carrot fast 一定是5天的，一定是它的我们讲的每五天一定有五天的休，二十每25天一定有5天的休息，听到吗？每5天里面我们只有2天做这个carrot fast 罢了，明白吗？丽丽明白吗？就说2天罢了哈，你不需要做到5天2天，哦。如果你是自己本身是癌症病患，你做2天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些保健的朋友哦，你可以 mix and match，就是说你做可以做大概是3天呐，2天做 carrot 或者其他是掺一些那个叫什么菜汁啊，或者 orange juice 啊也是可以，没有问题啊。哦carrot 是青苹果，对，丽丽对，所以是carrot，青苹果跟西芹，青苹果，嗯，所以如果你是当做保健这样子拿来，过完新年嘛哈，我也是要去断食排毒一下哈，这样那段时间你可以选择大概是3天、5天或者是7天啊。如果你觉得可以去到7天，当然是最好啦，深层的去排毒、去解毒。但是不能，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做过断食的，你可以尝试做3天先。好，很饿哦，很饿，3天 OK 的话，你可以下一次、下一个月、2个月再做一个5天，慢慢到7天、14天都没有问题。哦，当然的，有些癌症病患者，他问我能不能够，好像我先生那个阶段的时候哦，他就自己来，完全没有断食，那时候他完全没有吃东西，他断食45天，断食45天的时候，他的那个毅力是很强的，你懂吗？就是怕死了嘛，那时候哦，命啊，哦，就很重要嘛。45天的那时候，他完全因为算是一个很长的那个阶段，非常长的那个断食法。像这么长的断食法，然后他喝很大量，因为没有再吃任何东西了嘛，每天喝几个 liter 的这个蔬果汁，这样喝到那么多，如果你是今天要选择做 Dr. Kelly 的，你觉得我现在人很不舒服，你要一开始 one shot 做一个大长期的一段时间来这个蔬果排毒的时候哦，你们记得一定要配着咖啡灌肠。哦，要配着咖啡灌肠，因为他那段时间我们还没有接触到这么多其他的排毒啊、桑拿啊，还有那个咖啡灌肠的时候哦，他那时候因为大量喝，而且喝40多天，那时候发现到他的肝会肿，哦，所以你们如果是你们要做很长时间，不是不能，尤其是癌症病患者，你们必须要配着咖啡灌肠去做才可以哈，哦，因为肝已经是负担了嘛，哦。癌症病患肝五脏六腑已经是负担了，像他肝细胞肝身体
身体哈、哦、很多癌细胞，它本身就会产生很多那个垃圾 waste，我们叫 waste，很多那些垃圾，像很多垃圾，它就会用肝去到肝那边来做解毒。像同时间，我们如果大量在喝这蔬果汁的时候，身体也在解毒着，每个细胞都在解毒着，所以它的那个肝会 overload 啦，就是说。本来平时做的工这样多，因为你大量蔬果汁跟喝长期的时候，你的肝会变成突然他要做的工突然变得更多，所以就会变成肿。所以一定要记得，如果只是要做那么长时间的，好像我先生这样，记得一定要做咖啡灌肠才可以哦。Michelle 肝如果只是喝果汁会有大便，会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你不用怕哦。可能有些人开始喝蔬果汁的时候哦，他会怎么说？明明你就是喝蔬果汁，但是你还会呕得出来的哦。有时候我们的肠啊，就是很多宿便的哦，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干净，还是会有很多东西呕的哦，不用怕。哦，还是会大。有些人排毒的时候，他还会一直拉挺老塞，所以每个人的症状会不一样。如果你是大量长期做这个蔬果汁的哦，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一定是很顺畅的，一定很顺畅，因为你没有再吃其他东西了嘛，你就是单单的做这个蔬果排毒。哦，所以你们有什么东西要问吗？有什么东西要问吗？你们有什么新的一些资讯你们想知道，或者想要我在直播下个星期里面直播，你们可以在这边跟我讲看，所以我可以想看一些可以讲的一些话题适合大家听的，你或者你们想知道的就跟大家分享，好，或者你们可以去 inbox 上面也可以，好。如果没有什么东西的话，我就跟大家拜个早年，我就要关直播了啊。OK，所以今天就讲这个5天的排毒，接着下来我就讲其他的不同的排毒。这样我只是一定要提醒各位，如果你是在做着这个 Dr. Kelly 或者做着这个什么这个葛森的疗法哈，你们可以多做这个蔬果断食法。多断食，哎，葛森已经在做这了哈。就说如果你是要打算做 Dr. Kelly 的，你必须要掺着一起全部做啊，才会比较理想哈。Jesse，HPV infection，所以我可以再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讲，我再看看在什么东西讲。这样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疑问或者我会的哈，我就回答你啦。像今天的直播，晚安，就到此为止啦。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拜拜。